大家好，我是乐于助人写字的吴老师。咱们今天谈这个利和斗这两字。那为什么要谈这两字呢？因为最后三笔是一样的。这两个字在这说啊，我们很多人容易写错。为什么呢？容易把这两个字写得扁宽。其实这两个字呢，它整体来看是瘦长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咱们看这个最后一笔是长口。根据我们讲上下结构来说，那它最后一笔画是左右是放，所以上方它要瘦长，看要瘦长，也就是说上方左右要短，上下要长，这也就是我说的我们汉字的结构啊，它是对立互补统一的道理就在这儿。那因为你最后一笔长，上面怎么办呢？就瘦长，怎么瘦长啊？横写短，然后上下距离拉大。那根据这个来说，所以说我们看点和横要分离，横和口要分离，这个相向点与上方的这个横也要分离，也就是上下距离要拉大一点，让长横上边的显得瘦长。根据这样来说呢，咱们把这两字来写一下啊，然后咱们再加上其他的偏旁。点画在上半格中间压个点，点横分离，这横咱们要写低一些，让这两个距离大一些啊。然后下边两个点呢，这个左边点咱们要写的看和它对齐，要陡，这个低，这边高。这个撇点啊，它的收笔位置可以在竖中线上，也可以微微偏左边一点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撇点的起笔与横分开。好，再来一个长横。那么这样咱们看这个字呢，它就有一种站立的感觉。所以说这个字咱们千万注意，这个横不要写长，两个点的距离不要写大，他们基本上看上下是对齐的。同样这个斗啊，第一个短横写短，在上半格中间，下边这个口第一个竖着起笔啊，与横分开。看那么这个口起笔与上边横起笔对齐，横折折画与它大致对齐，然后下边两个点与这个竖竖笔看上下分开，这边稍微高一点，再这样走，大家看一下，那这样上方基本上都是宽度一致的。然后再来一个长横，对，拉，对，好。我们先讲这个字啊，比如说我们写一个三点水的啊，这个哭泣的泣，这个点画稍微要低一些，这个偏左边一些啊，这个在斜线位置走，这个 T 的收笔和点画收笔对齐，然后根据这个左右笔高低啊，左右分开，这个稍微高一点，看这个起笔高一点，然后点横分离，看这个两个点与上边横分离，再来一个横，这横要高一些，看这样写，这样写我们感觉到在长横上方这部分它瘦长是站立的，应该有这种感觉。好，大家不要着急，接着看。如果你动笔写的话，你会发现哇，这些字非常难写啊。好，我们再写一个，再写一个这个未知的未，这个撇画咱们可以提高，看这个竖画拉长，这个左右笔高低的字啊，我在这个巧记结构精华版里面介绍，这就不介绍了啊，和它对齐，左右分开，压个点，收笔低，点横分离，横写短，左对齐，右对齐，看写斗，然后看
这个写长。咱们一定要注意，这个竖画收笔比横画要高一些。那下边啊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那如果我们写一个拉动的拉，短横，这个竖钩靠右，顿笔写长，看顿笔竖钩，提偏外，提要靠上。那下边写个点呢，点的起笔和这个横啊，和这个竖画起笔基本上对齐的，这个收笔要低一点，点横分离，一定要记住，这个横一定要写短，左边对齐，看起高些，右边对齐，然后再来一横，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注意。让这边写的要瘦长。好，我们再写一个字啊，颗粒的粒，康健走，靠右，写长。看，好，比这个稍微低一点，点横分离，横写短啊，然后看这个瘦长，再来一个横。你像刚才我写这个字儿啊，咱们可以把这点和这两笔微微朝中间来一些，就更加完美了。那么下边我们再看与这个逗有关系的，比如说长短的短，这是个短撇，横写低啊。我前面视频讲过，撇画遇到横，横写低，康健走。这来一个，看和它对齐，来一个，竖弯撇，点上留空。本来是一个捺画，现在缩成点。那下边呢，左右比高低，这个横比这个撇画啊起笔要低，但是比这个横要高一点。左右分开，就这个横与这个偏旁分开，上开下合，口要写的小。我们记住形状，它瘦长。看，不要和上面横接在一块儿，这些都，然后再穿插过来，看这样来写，啊，那么我们再写个字啊，这个攀登的登，偏画写长，压个点，这些小，走。撇低捺高，上斜下正，所以这个下边啊，咱们把握住这个左右宽度一致，然后再来一个横画稍微长一点。那所以说啊，我们如果你真正动手去写有关这个像这个立和斗这两字，你会发现真的不好写。所以咱们最后再把这两个字写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点画呢，在上半个中间这压着走，点横一定分离，横一定写短，这两个点，这个点写陡，这个点起高一些。你看撇尖位置，在竖中线偏左一些，然后把这个笔画写平，也可以把这笔画啊。再来一点啊，这个逗呢，这个横一定写短，口就控制在竖笔控制在横中线，看上下对齐，也要显得瘦长走，看再来一个长横。所以对这两个字啊，咱们按照这个上下结构来看，这个长横是方，所以上方一定要写成。这种形状，好，谢谢大家。